题目说已经知道 A 向量跟 B 向量，虽然它有带 x 这个未知数，但是先不管，反正就是有两个向量。那 A 向量跟 B 向量垂直，垂直这个东西，你就马上就要想到内积就要等于零。好，那我们就运用这一条式子吧，内积等于零。来。刚说了，它是坐标表示法，虽然有未知数，但是不管，我们就把它乘起来。所以五倍的 x 减三加上负四乘上 x 要等于零。我们的式子列好了，我们就整理一下吧。五 x 啊，这里减四 x，所以就剩下 x 啦。然后这里负15移项过去就变正15，所以 x 的值。就是15，